大家好，我叫乔西，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回来台湾，我为什么回来国立政治大学。我去年夏天来过台湾，待了三个月，在政治大学开始学中文。我现在回来了，我会在政大学中文六个月。我回来台湾因为我喜欢台湾的食物、风景还有人们，台湾也很方便。我回政大因为中文课成进度很快，老师都很友善，还有小园很美。台湾菜非常好吃，因为我的宿舍没有厨房，所以我常常需要外食。不过台湾食物比美国食物便宜得不得了，特别比起来校址华盛顿大学附近。因为我吃素，所以比较难找到好吃的餐厅，可是在很多地方我可以要求改做素食。台北食物很多样，有马来西亚菜、印度菜、越南菜、墨西哥菜、日本菜、泰国菜，当然还有台湾菜。我特别喜欢见很多不一样的小菜。我早上常常吃起司蛋饼和素饭团。生活在台北很方便，走到哪里都有便利商店，像是小七、全家、Life 还有 OK， 他们都是24小时不打烊，你随时可以去买吃的和用的东西，他们快帮你加热。你也可以用 ATM 还有列印订票，还有订计程车。大捷运很方便很简单，捷运站里都有厕所。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大部分的大众运输不会营业到很晚。台北有很多好看的风景，哪里都有很多树木，很多人喜欢爬山、脚踏车或在河边慢跑。台湾政府对自然环境很好。在台北我交了很多朋友，台湾人和外国人都有。回去美国以后我很想他们，他们给我介绍很多有意思的地方，把台湾的文化分享给我知道。跟朋友聊天让我更了解台湾的政治情况，除了上课之外我也语言交换超多次，因此跟很多人做朋友。我回来政大是为要念秘籍课程，在政大念三个月的中文等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念一年，我快在这里念六个月，大概等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念两年。我每天都有三个小时的中文课，然后下课以后有工作要做。政大还有很多有趣的课外活动，像唱 KTV、 学注音符号和学跳舞龙舞狮跟其他好多东西。政大的老师都很好，我去年的老师对我非常好，他也一直支持我，跟帮我让我学得更好。上课的时候有很多好玩有创意的游戏，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练习对话，我觉得真的很有用。班上的学生不多，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练习。政大虽然离市中心不太近，但是风景很漂亮，